麻烦药师帮我看看这个，多谢药师。 看你这虎虎生威的样子啊，长大之后一定是一个保家卫国的大将军。明儿要保护姑姑，和姑姑肚子里的弟弟。明儿，大丈夫要人心天下，除了保护自己的家人，还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力量之人，用自己的利刃去保护受欺负的人。谨遵姑姑教诲。明儿，你看。 这个呀，是姑姑的母亲留给我的。今天，姑姑就把它送给明儿，保佑明儿啊平安喜乐。等长大以后啊，就送给自己心爱之人，让他放在自己贴心的地方，伴着他护着他，可好？嗯。姑姑，我会完成我的承诺，保护我所爱，护佑我所怜，也会为姑姑讨回一个真相。 肉肉，好吃啊！给你炒点。就这么吃饭啊？我不知道，肉肉也是第一次见。这个肉，割成小块，串在木枝上，再用这个炭火烤。那应该是英族特色香料吧？不知道撒上什么味道。肉肉想知道是什么味道？一是变质。喂，夫人，干嘛？夫人。
我们和英子的饮食大不相同，而且我们初来乍到，恐怕水土不服。你看，此等吃法不太讲究。这你看这肉，直接接触炭火，炭灰粘附在肉上，分外还是不要。不要尝试的好吧？副长说的对，这种吃法虽然不太讲究，这味道呢，虽然比不上山珍海味，但是祖上英族特色香料，真是好吃啊！我们在军营不也这么吃过吗？大同小异，跟咱们的烧鸡很相似。不过我们没有这些香料。再给我拿两盒。我们不如买些香料带回府中啊。副长。夫人，我还是不要尝试的好。万一夫人有个三长两短，万一夫人有个有何不是？我好及时送医嘛。哎，乌鸦子，不吃又不吃，我自己吃。好吃。哎，就这样。就这吧，不喂。小马，走了。此间酒馆闲杂人等太多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吧。闲杂人等怎么了？再说将军约我们在这儿会合，要是找不到我们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夫人说的也对，好吧，那夫人答应我不能做显山露水之事。放心吧，我会很小心的。三位吃点什么？今天吃太多肉食了，来点酒水解解渴吧，再来点小菜。好嘞。夫人不能喝酒。为何呀？英族酒烈，多饮易醉。把酒倒上，把酒倒上。小菜随后就到，几位先用着。不会失态的，对不对？不是。来，副将，今日辛苦，喝一个。副将，将军让我照顾夫人，我不便喝酒。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真是无趣。我们喝热闹，来。掌柜的。我怎么觉得今天的酒不是酒，是水啊？来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来，走开！来干什么呀？来呀！干什么呀？这是，放开我！住手！一个堂堂七尺，哪让你欺负人家小女孩？不对，他动手动脚，对你可好？你，小心！住住手！王夫人，这边小心，小心！不是，小心有危险！你鼻子毒湿了，小姐，有副将在，没事儿的。发生了何事？夫君，将军，夫人，夫君，有人欺负我。刚才之事，多谢两位。没事没事，都是小事。已经没事了。原来是二位救了夫人，多谢二位。看几位不是本地人，以后若遇此事，最好不要出头。感谢提醒。天色已晚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事情还没办完，且现在回去恐已晚。今夜就在此处住下吧。今日多谢二位保护我的家人，若是不嫌弃，请二位吃顿便饭可好？啊，不必。我们很愿意，很愿意。啊，好啊，那咱们换一下。来，夫人。请。哦，原来你们是兄妹啊。塔如妹妹，胡特兄，
今日感谢你们出手相助。哎，这感谢的话已经说了很多了，不如啊陪我多喝几杯，好多天没有喝这么痛快的酒了。来，喝酒还不简单吗？来，干杯。来，户头兄有所不知啊，想当年我也是称霸街头的锦爷，没想到今日却被几个小混混给难住了。嫁了人之后啊，这光景真是山河日下。夫人，注意一下仪态。哦，顾特兄，我夫人为人直爽，不拘小节，别在意。哎，女子就应该有夫人这种不输男子的气概。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知己，来，再喝一个。楚兄，只知你来此经商，还不知你大名，只顾着叫楚兄，实在不敬。啊，你叫我楚明即可。楚明兄，这里的商铺我皆认识，如若遇到什么难处，尽管直言。那就多谢胡特兄了。不知胡特兄是做何生意的？啊，当地小小官职，不足挂齿。这位娘子，怎么不见你喝酒啊？啊？那喝呀，来，你让夫人少喝几杯吧。先干为敬。锦儿今日高兴，多喝几杯无妨。修远哥哥，你不觉得你应该敬我一杯吗？啊，塔柔娘子是女子，我怎么还不与女子喝酒不成？敬塔柔娘子一杯。你既不是愿意主动敬我，我也不愿意喝了。那如何才能让娘子喝酒？嫁给我。哎，你嫁给我，我就愿意天天喝你敬的酒。可是要嫁也是你嫁给他，不是他嫁给你。住手！不可胡言。我听说过你们那边有一句话，叫做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”塔柔在修远哥哥心中可是倾城佳人啊。凡见我之人无不对我殷勤，修远哥哥再这么冷漠，我可要生气了。若你再给我斟个酒，自己再罚一杯，我便原谅你。敬塔柔娘子一杯。你说的这么没诚意，我不想原谅你了。除非你能……塔柔娘子请说。陪我出去走走。小事一桩，修远必定护娘子周全。谢谢修远哥哥。来，今日喝的尽兴，能认识几位真是幸事。来，干杯。来，干杯。哎，胡特兄，我看你已醉，还是别喝了。哎，这喝酒是高兴的事儿，哪有不喝的道理？来，喝啊！乐乐，怎么对我夫君说话呢？夫君，还不赶紧把肉肉抓起来处置了他？将军，肉肉说错话了，你千万不能杀肉肉。将军，你们这称呼也太奇怪了。那可不，我们家将军可是大名鼎鼎的永宁伯楚修明。肉肉喝多了。他喝多了，胡言乱语，他老这样胡言乱语的，他老这样。来，胡特兄，他喝多了，别在意。我怎么能不在意呢？这么高兴的日子，怎么能用杯子喝呢？来，干！来，干杯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来，夫人多吃点。修远哥哥，你既未娶，可有喜爱女子？
嗯，没有。难道你对女子不感兴趣？啊？娘子误会了，我只是无暇谈及儿女之情。那你只是未遇到合适的女子。若有合适女子，会如何？没遇到过，不知道。其实我也是，我自小还未遇到过让我心动的男子，除了一人。能得到娘子芳心，此人必定出众。那当然了，我喜欢的人当然不同于一般之人，只是我跟他相识的时日尚浅，不知他是否会倾心于我。这应该无人会拒绝娘子吧？那我喜欢的人是你，你会愿意和我共度余生吗？啊！他如娘子如此优秀，我一介粗人哪敢奢望啊！你坐下。啊！坐下。哦。你这手上的老茧是常年练剑所致？哦，经常闯南闯北，又常年遇到歹徒，练剑也是为了防身嘛。我父亲的手也是如此。我自小父亲便过世了，母亲太过伤心顽疾发作也过世了，现如今只剩下我和哥哥相依为命，但他对我太严格了。看见你的手，我便想起了我的父亲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想起了不开心的事儿。当然了，当然怪你了，都是你的错。若你明日还陪我散步，我便原谅你。好。好，天色已晚，我送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先送你回客栈，你再送我回家。好。要是难受，赶快回房休息吧。等肉睡着了再说吧。福君，姐儿今天能来这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我不仅吃了羊肉串，我还喝够了酒，还给府里上下买了好多好多的礼物，都是福君的功劳。我要奖励福君。哦，那姐儿要奖励福君什么呀？姐儿能嫁给夫君实在是太幸福了。姐儿能嫁给我也是我此生遇到最好的事。肉肉能和素素在一起也是最幸福的事。肉肉，你跟我在一起就不幸福吗？幸福幸福，可是将军老想杀肉肉，肉肉害怕。没事啊，肉肉别怕，有我在。将军要是再傻，我就奖励他，奖励他完了就好。哎，还是难受。早知道我就不喝这么多酒，现在胃里就跟烧似的。看来以后要给夫人下禁酒令了，不仅喝坏了身子，还要发酒疯。夫人还记得刚刚对夫君做了何事啊？我是你夫人。哎，我就算对你做了什么事，难道你还要追责啊？看来锦儿是不长记性啊。那我就勉为其难再给你演示一遍。我那是喝多了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不是那里，是这里。
不过夫人，有妾母一个人在外面喝酒了，我怕别人看到我夫人喝醉了酒，如此可爱模样。遵命。好了，我去外面给你和肉肉弄点醒酒汤，这样你会舒服一点。那你快点回来。好。这几人该不会是白天酒馆来寻仇的吧？这几人剑术精湛，与白天那些人不是一拨。他们刀刀对准将军，看来是冲你来的。秀远，你先去喂马，收拾东西，天一亮我们便离开此处。好。塔柔呢？叫起其他人马过来。哥哥为何要袭击他们？塔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一直在跟踪我们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此事不用你管。他们是我们的朋友，哥哥怎可以如此行事？你若敢插手此事，我定不会饶了。将军，没有找到，此地不宜久留，立刻出发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带他们走。夫君，你夫君请客，怕这几个人，别担心我，快走。那你自己要小心啊。哼，为何紧追不放？Yeah!
你留在这里等将军。少剑，放了他！我就是楚秀明夫人。不知你今日为何要如此，但你要继续这样，我只好不客气了。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这里是英族地域，我们不便大肆行动。我需要你去帮我找一个人。嗯。当主，后面如何安排？我们不能再露面了。如果让首领知道我们抓来这两个人，定会将我们法办。难道就这样把人放了？不会。他夫人在我手里，他是不会逃跑的。派人看好他们，记住，切勿走漏风声。是。嗯。哥哥，修远流血受伤了，总得包扎一下吧。他流这点血死不了，你赶紧离开此地，给我回去。我可以不管，但你得告诉我为何要做此事。我和你说过，此事你不用过问。自小父亲教我们待人接物之礼，绝不是如此这般对待朋友的。朋友，你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吗？他们是一起喝过酒、一起打过架的朋友啊！胡说！他们刻意隐瞒身份，从未把我们当朋友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就是在战场上斩杀父亲之人。他们是杀害父亲之人。楚明，就是楚修明，我们的父亲就是死在他的刀下。坦柔，我们家破人亡，沦落至此，全是拜楚修明所赐。这是我们手刃仇人的唯一机会了。我们要让九泉之下的父亲和母亲瞑目啊！这每日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，这喝醉酒打斗更是常事儿，实在没有影响。麻烦你再帮我好好想想。打扰了。怎么样了？
空房。里面的人醒了吗？狼主吩咐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记得夫人擅长开锁，能否打开外面的锁？我试试。好。山上或是山里，刚刚看到的是塔柔，难道昨晚是他们设的局？这点不确定，但抓我们那伙人的目标肯定是将军。如今抓到夫人还不下手，肯定是在等将军。不行，不能让夫君为了救人就落入他们的圈套。我得找找其他东西，能不能开锁？若若，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把信送到了玛雅公主府上，可开门的人说玛雅公主不在，让我留下了信，便打发我走了。只怕我们没有时间等了。都怪我喝醉酒乱说话。在酒馆闹事，制服你们的男子女子是谁？什么酒馆闹事？我可从来没见过你。说，虎子到底什么身份？你就放过我吧，我不想惹麻烦。你说不说？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知道啊！饶过我吧。哎，怎么这么久把人放跑了呢？看来这个虎子在当地很有势力。没人敢说实话，我们要去其他地方打探一下。这锁有两道机关，第一道锁我能打开，第二道我需要更细的簪子。你的簪子不行吗？喂，吃吧，这瓶药是止血用的。昨夜你故意引开我，和呼特设局抓人。才不是，我是……算了，跟你们这些人无需多言。塔柔，我们从未得罪你和呼特兄啊，为何要抓我们呀？你们当真不知道我哥为何要这样做？塔柔娘子若知情，请告诉我们，我们做错之处，必将弥补与谢罪。你夫君可是楚修明？我们不是要故意隐瞒的，我们只是不想生事而已。楚修明当初取了我族多少兄弟的性命，你们还敢来此处？双方现在已经停战了，难道你们还想再燃战火，再起战争吗？他杀害的是我的父亲，这是杀父之仇。你父亲啊，塔柔娘子，上了战场，生死便不由自己。将军他，我是楚修明夫人，但是修远与此事无关。
希望你放了他。夫人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怎么无辜？塔柔娘子，虽与你相识尚短，但我相信你是个善良之人，能分辨是非对错。在战场上你失去了父亲，但我们也失去了很多兄弟跟亲人啊。看来塔柔娘子不会帮我们。她发髻上的发簪或许可以开锁。将军，你多少吃一点吧，你这都一天未进食了。怎么就没人知道那个胡特呢？不是不知道，应该是不敢说。你先吃吧，我再去找找。此刻你若想放人走，便是家族的罪人。哥哥，是楚修明杀了父亲，取他性命便可。他夫人和修远哥哥和此事并无关系。父亲死后，首领便让他人顶替，其他家族更是与我们疏远，家族沦落至此，你仍不思悔改，竟然还敢替仇家求情？难道不是因为哥哥没有父亲英勇，所以才没有接替他的位置？闭嘴！父亲溺爱你，简直将你宠坏了。你若再敢过问此事，我便真的不会留情。哦，夫君，你何时能来救晴儿？晴儿好想你。塔柔娘子，又想说什么？哎，有根草沾发上了。楚修明还住在客栈，一直打听您的下落。带封信给他。是。
喜欢你，你居然利用我，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？我。来人，把他们关起来。不用关了。陶娘子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就先回去吧。修远哥哥，走了这么多路，我有点口渴了，不如我们进去喝点茶。啊，你在这等我。是谁？